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球的？哎呦！通常每天训练多长时间？6小时以上。你怎么保持个良好的状态？有目标，刻苦训练。如果护肤只做3步，洁面、水、霜。做过最让你脸红的事儿？训练王带球鞋。哎呦！你打了那么多场比赛，现在还会紧张吗？紧张，我现在也挺紧张。你最喜欢的音乐类型？民谣。你在训练的过程中有没有想偷懒的？以前会有，现在不会。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个小习惯。洗澡的时候爱唱歌。周末喜欢做什么？睡觉，打台球。最喜欢的一部电影？华尔街之狼。最喜欢吃什么水果？西瓜。在比赛结束以后怎么放松？大脑放空，出去看看风景。